又来喝酒了，喝酒了。有个亲戚满90岁。我是小美杨子牙，今天又跟我妈妈来我妈妈的娘家喝喜酒了。今天做酒席的这个是我的姥姥，90岁生日，90岁了。然后我叫她叫外婆，叫姥姥，但是不是我亲外婆，因为我亲外婆和我亲外公已经过世了。舅妈，哎呦，我来考你。这儿这边这边别紧张，二妈装没有点难，我等那会儿来过啊，我等那会儿我知道不哭、啊、姐姐不哭留着呗。这个就是寿星了，90岁了，在吃饭。今天亲戚的这个房子好大呀，你们看，这里是一个别墅。这是我妈妈的娘家。这个房子好大，你看这边。这边都是，那个是河，不是海。海是一望无际的，河是可以看得到对岸的。你看这个是河，这个河因为很窄，所以它叫河。今天做酒席的那个是小朋友，好可爱。这么多小孩儿，这里风景特别好。这家的房子修的不高，设计的比较好，该有的都有，有花园，有前庭，有会客室，还有露天阳台。这旁边是一条公路，也是近几年才修好的。以前他们这没有桥的时候，就是要乘船过河。我小的时候就从对面来我姥姥家就要乘船过来，现在有桥了，就很方便。吃饭啦，吃饭啦，喝酒，喝酒。这里是后厨，哇塞，好多菜呀，好多锅呀。这是黄花菜炒肉，
反正是不要。今天的这个菜超级好吃，分量也很足，大家都吃完了。来干儿等着去，我们现在吃饱喝足了，准备回去了。城市足训，这里有一块碑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走了，要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啊？